这张照片是上世纪80年代郑少秋和赵雅芝合作电视剧的剧照。赵雅芝和郑少秋这两位演艺界的大咖，至今共合作了8部电视剧，每部剧都是收视率很高。比如细说乾隆和楚留香，更是当年火得不能再火的电视剧了。那时的二人颜值都很高，也很般配。如今二人已年过花甲，但气质还是不减当年。